我们礼拜开始，昼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新圣诗305首，我的心情你就唱歌。我们唱前首，我们请会众起立。请坐，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满有慈悲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平安喜乐是您给予我们最大的福气，因此我们要献上百般的感谢，感谢你的创造，人的气息因着你的奥秘，使我们认识你的不平凡，也因你的不平凡，让我们知道侍奉的重要。然而面对于我们人的软弱，现今社会的恐惧显现出社会及教育发生的问题，然而救恩要在此显现出上帝的大能，要属于你的工人见证你奇妙的神迹。今天在张记医疗里面，我们看到你的爱，我们看到很多默默付出的同工，他们并不求回报，因为有美好的信仰，我们立志要成为生命的守护者。当我们从事为人服务，这是主你给我们尊荣的时刻。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是尘土所造，我们有我们的家庭，也有工作上的疲惫压力，也有信仰软弱的时候，但祈求赐人能力的主上帝，依靠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让我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愿借着那能触动人心灵的慰藉，让一切的服事都能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并蒙主的福分。愿上帝的保守与我们永远同在。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圣经这样记载：耶稣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把他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赞美，爱中相遇。掌管我一生。
介绍啊，今天为讲员介绍林文哲牧师，现任台南神学院牧义长，为台南神学院神学系宗教学教师，代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请安报告与讲道。他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讯息是“因为你的话”，请林文哲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讯息。总之，各位同工，大家平安。今仔日学校的安排，病院的邀请，有机会到咱的中间，是因为三月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伫这个月中间，老师、学生拢会分派到伫国教会来请安报告，而且请教会伫金钱、伫人才、伫指导顶端，不断来支持台南神学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对台南神学院的帮助，我2002年对原来牧会教会受邀请回去伫母校来服务。我拄去学校的职务是伫总务处负责主管的工作。当时台南神学院的经济非常困难，真侪建筑物甲遮个设备嘛拢真落后，有得到咱长期真大个帮助。我是迄个上刻骨铭心，嘛上知影中华基督教病院对台南神学院帮助，原因影响重大个人，到今仔日伫指引台南神学院。所以伫遮爱甲咱长期遮个主管同工。每一个阶层，咱的这些服务人员，深深甲恁说多谢，因为恁的对话，互恁伫这个所在所累积的成果，互台南神学院，诚侪台南神学院的祝福甲分享，指引伫遐受造就，阮伫遐工作，下面就是老师甲学生，有机会来台南。请会记即个台南神学院来做恁个旅游个景点，迄是一个真水个所在。台南市政府嘛将台南神学院看作是一个历史个古迹啦，吼。常常有真侪只个学术学校个即个乡土个教学，吼，也是讲大学只个相关有关建筑。有关历史学系学生、老师到伫神学院参观，所以咱若是到台南来佚佗的时阵，欢迎一定甲台南神学院安排伫恁的行程内底。那需要学校安排甲恁做导览，还是讲到台南爱要食什么款的点心，我本身是台南人，对出世到大汉。除了做兵甲出国读册以外，拢伫台南，甚至我拄毕业牧会受派，嘛伫中英中学，拢无离开台南。所以每一个台南人拢有家己头壳内的美食地图啦，吼。恁对网络上看到的是一回事，吼。阮对细汉食甲大汉的嘛是一回事，吼。有机会来台南，参学校联络，我的时间也是用稳。我嘛真欢喜陪伴吼，做咱的这个导游安尼吼，包括带咱四界食啦吼。多谢大家请咱继续伫祈祷的中间为台南神学院祈祷，伫关心这个事项的时阵提起不断为着台南神学院提起这个礼拜日咱在座若是有教会基督徒，应该有学生老师会到咱的教会请咱也会当三甲关心为台南神学院。来奉献，无论是金钱的奉献，佫较要紧是人才的奉献。神学的教育是一款世代传承的工作，咱对宣教士
咱的病院对咱台北医生白阿囝啊，这拢是看台南新人的真有因果者。去年的走过，学校有邀请过去伫台南、伫台湾宣教者的对苏格兰来的这的宣教师，因的第二代。我阁会记得咱台北医生的囡仔哦，伫遐咧讲的时候，伊讲迄是因永远印象记忆深刻。伊讲伊捌爬去哩甲彰化大埔的这个头壳顶耳啊遐吼，伫遐咧佚佗安尼个顶吼。啊，所以这款的记忆，这款的传承，真做新学院的慈善，嘛真做头前要跑走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毋是单单伫祈祷、伫人才、伫金钱，佫较要紧，就是有心奉献，咱甲鼓励啊，咱甲帮衬啊，咱嘛会当真做伊扶持。咱三个来祈祷。阮的主，感谢你，阮三个敬拜服侍你，阮伫即个所在徛起。在这间病院服务，有无同款的工作，有无同款的运输，有无同款的功能，总是阮有共同一个任务，就是去帮助人，就是救人，就是让人无阁受肉体病痛的痛苦。阮恳求你，予阮无论担当啥物款的职务，拢是这个病院内底所袂当欠缺。一块砖仔角，拢是一张真水的拼图中间所袂当欠缺的一片。虽然欠一块，对大局好亲像无啥物大影响，总是就无够焦砖，无够完美。阮拢是迄个成就伊完美、成就伊焦砖的迄个要紧，总是小小的一片，互阮看重阮家己的这份。让阮宝贝阮所领受的恩赐，也让阮把握阮所服侍的机会。特别伫即个用信仰、用基督教的名所去做的病院，阮也通高举基督的名。伫即个所在，互今仔得到肉体医治的人，也加添一份心灵看见的光明甲快乐。基督恳求靠主的名，阿门。早起的圣经在讲起有一个人，专业的讨鱼人，因经过一暝掠鱼失败，因伫迄个所在在洗网，在剥破网。迄个洗网甲迄个剥破网的目的，是为着后一遍要阁出去讨海来做备办，嘛是因为。进前一暝，前一遍的讨海，迄个失败，心情的羞涩，迄款的苦楚，迄款的内心的挣扎，的确真深刻。因为你伫洗网的时阵，你前一暝辛苦着无，真疲劳，真野神。洗网了后，伫洗网的中间，你爱阁想。我洗了后，毋是代志就煞，我倒爱阁出去讨海，因为这是我的生命，我的工作。伫即款的情形，有一个因所无熟悉的人，耶稣进入因工作的所在，因看见即个耶稣有真侪人对伊，伊嘛看见耶稣伫迄个所在讲的话，有听见耶稣。在那个地方讲的话，遐尼那让因印象深刻。所以当耶稣要求，请因把船开离岸淡薄，一个距离的所在，让伊对众人的讲话较方便的是，伊无任何的丢毒，嘛无任何的这款拒绝，真自然就听伊的话。真自然就照伊的交代来帮助耶稣，让耶稣的宣讲会当顺遂。宣讲了后，耶稣甲伊讲，将船提到最深的所在。基督徒应该知，讨鱼、驶船，毋是耶稣的本行。耶稣是做肉。若是讲淡薄仔有缘故，检查伊捌做过渔船仔顶悬目造的零件，
就是讲要租入一只渔船，因为渔船是查造，总是伊完全唔知影安怎样驶船，伊嘛完全唔知影安怎样讨海掠鱼。伊开嘴，甲一群专业的讨鱼人，伊开嘴，甲只个精神美嘟嘟讨无鱼，真失志的讨鱼人，伊开嘴，甲一群。头一遍甲伊见面，就拜托伊用伊个工具、用伊个船来方便伊个工作。甲这耶稣、甲这讨喜人讲，将船驶到最深的所在。你们出来兄弟姊妹，咱那是迄阵讨喜人，咱那是伫前一段拄拄经过失败、艰苦。咱若是伫迄个失败、艰苦，还搁在疗伤止痛的时阵，有一个完全外行的人，完全甲咱毋是真深入明白的人，完全甲咱无任何生命交叉的人，甲咱指示这，甲咱命令彼，甲咱讲这，甲咱讲彼，咱的心情的确袂快活。咱的心思的确未平衡，有影。所以彼得甲耶稣讲：“先生，阮通迷着我，讨拢无去。”先生，阮通迷着我，讨拢无去。这是彼得当时的心境，这是彼得内心的苦叹，这是彼得伫耶稣这个外行人甲伊讲船驶到深的所在掠鱼的时阵。得予耶稣软钉子碰，因为看见耶稣有遮尼大即个群众魅力吼，所以伫彼得的心内，检测对即个人的底细望也袂清，总是伊家己讨喜的经验绝对有把握，伊家己失败的心情绝对有合理，甲耶稣讲，阮通迷着我讨拢无去。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打网。这句话其实是带有挑战的。我是一个讨喜人，我通迷着我，抓拢无去。但你一个外行人，你一个头一遍甲我见面的人，你甲我开嘴，我帮助你，我做会到这小事。总是即马，你要甲我讲。讲，我的专业经验完全违背的事实，叫我到最深的所在逃去。总是因为你的话，这句话是在对耶稣提出一个挑战，意思讲这是你讲的哦，你讲的哦，你爱负责哦。我这逝出去是因为你的，是因为你的话哦。掠有掠有就好讲，啊那掠无吼，转来嘛，得爱好好啊讲安尼就对。这个时阵的彼得，这款的心境，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拢是安尼。在迄个失败的中间，请咱唔通将咱家己就关起来，请咱唔通逃避迄个失败甲痛苦。圣经讲，这个人前一暝讨无鱼，因在失望；一方面伫遐休息，前一日辛苦着磨，遐个无好的结果；一方面伫遐调整因的心理，开始在准备要阁出去讨鱼。当耶稣介入因的生活，侵犯因的专业，挑战因的经验的时阵，彼得嘛用真理所当然、人性化的回应讲：“阮通迷着我，讨拢无去。”这个“阮”是讲我是一个专业，这个“通迷着我”咧讲一个事实甲经验。总是因为你的话，这个表现彼得的心内一款丢毒甲挣扎，未唔是唔是有啊无？迄、那个拉扯，迄款的矛盾，
圣经讲彼得就听耶稣的话，船出去到最深的所在，果然抓鱼真多。彼得结局有接受耶稣的挑战，挑战嘛是一款邀请，意思就是讲，受挑战的人、受邀请的人，爱有迄个意愿，爱有迄个行动，爱来回应。所以挑战是一款冒险，邀请嘛是一款冒险。即卖有真侪诈骗集团，诈骗嘛是一款冒险，伊是利用人小贪的心。迄个本质拢是啥？迄个本质拢是邀请，善意的邀请，恶意的邀请，有条件的邀请，无条件的邀请。总是最后的决定是啥物啦？是受邀请的啦，受接受挑战的啦。啊，人伫失败的时阵，人伫顺遂的时阵，还是讲平静的时阵，受邀请、受挑战，咱会当冷静来面对。咱会当合理来面对，就是人伫失败，也是讲人伫拄拄受伤的当下，你去甲伊挑战，你去甲伊邀请，你去甲伊压迄个空嘴，迄款的反抗、自我的防卫，甚至情绪的发泄，非常的强烈，拄拄亲像彼得，阮通袂着我。总是因为你的话，那是一个内心一粒强要崩起来的火山，强烈的按压。了后出去，讨喜济济。这个时阵的彼得，在耶稣的面前跪落来，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咱看见彼得。伊毋是一个看到遮个修行侪侪，也是讲讨喜侪侪，马上袂记即伊是安怎伫对待耶稣提出的邀请，伊是安怎样伫耶稣甲伊讲将船放到最深的所在讨喜的时阵，迄、那个骄傲自私，也是讲活伫失败痛苦中间的逼着家己。伊将伊家己的失败经验，甲得到耶稣听耶稣话语了后，所得到的这个丰盛的物质，落去做比较，伊对家己产生一款真深刻的自我批判。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迄款的自我批判，差不多是变作无法度通。接受前一分钟耶稣叫伊开船出去，迄、那个唔情唔愿的彼得，甲看到耶稣所予伊的命令了后，得到船强要沉，佮着佮下别只船来倒载的遮尼侪鱼的彼得，伊看见迄个内在自私的我，伊看见迄个内在骄傲的自我。伊嘛清楚知，伊予迄个失败控制，伊予伊个专业控制。所以，当耶稣甲伊提出邀请的时阵，伊看迄是一个挑战，是一个侵犯。当耶稣甲伊讲将船放到最深的所在，给伊一条机会甲方向的时阵，伊看迄是耶稣要过一遍，予伊搁再面对失败的事实。这个时阵的彼得，当伊有这款的看见，但伊就毋是搁伫迄个有限看会到的物质顶端来控制，也是讲来做伊上要紧观察的人。伊开始看到家己的内心。伊对伊个工作、伊个专业、伊个失败、伊个经验，甲伊甲耶稣个对话中间，来看见家己个软弱，来看见家己个骄傲，
还是讲来看去迄个伊上有把握的，伊上接近的这个失败经验，来控制操控伊的心思意念。所以讲我是有罪的人，迄个罪毋是啥物法律上的侵犯，迄个罪毋是啥物道德上的瑕疵，迄个罪是伊伫伊的心灵的内底去看到自我的黑暗的一面。和迄个失败解绑架，和迄个讨有鱼、讨有鱼、讨无鱼，来定着成功甲失败，即款用数字、用数量、用功效来定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甲意义，即款的错误，来看到伊用自我的专业，超越的。对耶稣当然当时因也毋知影耶稣的身份，但是伊的确有听见耶稣对这个人讲的话，伊的确有看见这个人对耶稣对这个人的影响力，就是当伊有听见，伊有看见，总是伊的心也无对耶稣开放，无伫迄个中间经历伊前的失败，和耶稣的话来改变伊的人生，一直爱到。甲耶稣，咱讲迄个用话语吼，刀锋吼，有一剑锋吼，你来我去，安尼一段即个小交战，伊只幸福伫迄个所在。你位亲阿兄弟姊妹，彼得的状态是咱每一个人的必然，彼得的反应是咱人生。会理所当然，总是彼得的自我的检讨甲反省，却是一个咱得爱学习，咱得爱自我调整，咱得爱自我不断，予咱家己比咱较悬的机会来开放，比咱较悬的任务目标来开放，佮比咱伫世间徛起。才会着我付出辛苦，有一个超越的心性的毅力，对上帝来的引带，对圣神来的带领，对耶稣来的话语来帮助咱。因为当咱有安尼，咱才有机会。当这个机会到，咱才会当把握。当咱把握了，咱才会当改变，真紧行出迄个黑暗面。真紧看到家己的不足，嘛真紧去体会咱是一个什么款的自我，来警醒，来悔改，来调整。因为你的话，这个耶稣的话叫彼得塞到最深的所在，就是因为耶稣的话，让彼得得到的，不是这些鱼那点，叫彼得对家己生命迄款的贫瘠。还是讲对家己的生活，迄款的势力，对家己的这款失败，遐尼那自怨自艾，迄个软弱的自我，迄个骄傲的自我，迄个无法度通，伫失败中间，也是讲伫专业的顶端，唔肯自我开放，这款的有限，耶稣的话。让他得到改变，愿上帝的话也让我们得到改变，愿改变彼得这款的话也来改变我们，也愿彼得在耶稣的话语头前所得到的改变，我们也同样亲像彼得这样来对耶稣告别，让耶稣来引导我们，让他的话来改变我们。三个来祈祷。上帝，我感谢你将这个话语给我，将这个典范给我，我恳求你将这些话语听在我的耳内，放在我的心内，行在我的生命中间，让彼得和耶稣的对语也在我每一个人的人生和我的专业以及我所遇到人生的各种的情境三角同在，也三角有彼得的款式和耶稣你的话语对话，祈祷感恩靠主的名，阿门。
报告，院长室报告。好，再一次啊，多谢林牧师的分享啊，我们拍鼓啊，欢多谢，是啊。我感觉是台南人哦，所以讲对台南新学院甲长荣哦，迄足水的啊，很有历史。啊，其实伫迄长荣甲台南新学院是历史的，台湾历史足重要的一个 area 哦。啊，也谢谢今天的那个疫情部哦，我唔知啊，恁去这个西瓜啊，不是西瓜了哦，那西瓜也是唱啊足好啊 ，BA。BA 不会比那个我们的医院的师班啊，他实在是很谢谢啊，我们也是一个掌声好不好 ？OK 好，谢谢啊，我们在下次应该会有一些歌唱比赛啊，好，那个我给大家代志啊，那下面一张好 ，OK 好，好，那这礼拜时阵呢，3月5号的时候，我们医院正式跟上银科技，因为很忙是稳的，在所谓的一些医疗。一些仪器科技发展能够走上更新的啊，那三星科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发的，对于医疗方面，不管是自动化各方面的话都有。那这是我们复健科未来的话会采用的这样子的一个 robot 啊，那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医院做这样子的一个 role model 的一个 design， 那这是相当不错的啊。那另外，当这个礼拜中间，我们有所谓志工哦，那我们欢迎说3月份，温三月份其中会有一些志工，我们欢迎说我们的一些父母亲，如果说在家里可以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业啊、哦。那志工行业的话，工作是做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叫做服务急诊、病友安宁啊、福音，这都属于 ACC 的概念啊、哦。那个这都是这样，就是说这是 ACC 的单位啊、哦。这是因为孙父在这边啊、哦、，OK。那实际上我们这段时间的话，也特别做到一些所谓的分享。有时候特别是最近想知道一下，张基有一群人，有一群人在海外为了张基而拓展他在这些奉献。那实际上他们在这边的话，回到的时候做一些分享啊、哦。所以就后节一个分享的经验，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些。分享，那分享的目的哦，有三个。第一个希望提供，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 JCI 医院每三年时都要这样子一个活动，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 tracer， 那 tracer 的 team member 在孙父的领导之下，我们有更多人来 recruit 进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国际的一些 JCI 的服务，我们更需要一些 membership 的来加入。那第三个的话，当然是对于我们的陶主任，他整个的所谓医品的教师哦，那这样子一个 training， 这是很好的一个分享。那这样子都会未来还会每个月哦，我会跟穆宽哦一起来把这样子的工作教育工作做好哦。那大家欢迎来参加。那我们大概是这个月。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活动，就是教我们如何去做写作跟所谓的英文的演讲啊，所以很感谢院长，那协助我们有那么好的 John Hoskin 的老师来到我们医院，那大概是在3月17号啊到22号，大概将近6天的时间，那听说已经全部额满了，所以说真的是，但是我希望说，如果说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哦。那在研究上面的话，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跟那个高一的刘勤宽刘校长来拜访啊，那来希望说我们高一不管是医学研究上一些合作，那中间的话有关于我们有一个邀请到德州心脏中心啊。那个陈淑煌教授为会张基建构一个国际的研究单位，他以张基为整个一个 call center 来。去 support 我们全世界的一些link 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啊，那这是未来我们希望说借这机构能够辅导，能够帮助我们全院的医师医疗人员能够进行到一些研究。在两岸的话，一个交流来讲的话，我们特别这次去的时候就感受到张基的一个这样子的员工让他们感动。这是去年11月在浙江苍南县人民医院高分通过 JCI 哦。那真的是不简单。那中间很重要就是
你可以看出来，在院长的领导之下，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因为院长也特别分享说，这个医院一定要需要强棒哦，所以实际上就是因为有整个团队进去以后，让他们能够在 JCI 中间能够脱颖而出哦。那这个是一月份那个天津零和哦，那这样子的话，他通过第二次哦。那听说好像他只有14个 partial mate 啊，比分数比张基还高哦，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团队他们在这样子的付出，那实际上这也是把张基的感动跟张基的一种嘿管理的精神，而注入到我们的大陆的一些友好的医院啊。那这个是我们3月6号院长也特别就是慰劳跟勉励我们张基在海外推展业务上这样子这些一群的一些同工们啊。那稍微分享一下，那因为我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啊，能够孙父的强烈的支持下啊，院长的那我们在做所谓的有一个叫做衢州的柯城区人民医院啊，那时候我到飞机场的时候，我问说我们要衢州，他不晓得。那我说要到浙江，他也不晓得，要杭州才知道啊。我才知道，对，因为那个浙江有很多地方都有机场啊。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这是玉萍他所做的一个啊。那这个在这样子的话，大概是在衢州，大概是500多床，可以看出来大家非常的。那早上的时候要做 briefing， 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工作大概在12小时以上啊。那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建文非常精神抖擞。那个可以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每一个的 team leader 啊，我们大概都旁边也围绕大概10位到20位左右的员工。所以说，我们都希望，我们那时候都想说，哎，院长那时候告诉我什么话，那孙父告诉我什么话，我们就是把这样子交给他们。他们非常的认真，让我吓一跳。平均的，他们的主管都是30几岁左右。这个在做所谓的我们的 SQE 讲到所谓授权的部分，那到我们的那个加护病房啊，那也非常认真的讲到所有的。那实际上真的是也还好，我们出现都有一些恶补过啊。那实际上也看到简主任也带领我们整个。那实际上在整个的他们的大陆的管理上面，这家医院的话只有建立才有11年，他原本由员工医生只有20几位，到现在医生有多少130几位，那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医院，所以看出来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很重视这次张基同仁的拜访。那美文的话也是相当的不简单，他一个人可以撑整个的护理跟医疗组哦，所以你看出来他的风范已经是有点像那个非常独立的那种啊，那种那个大师级的啊。那这个蔡鸿儒哦，鸿儒的话在那边被称为蔡院长，为什么？因为他跟他们的院长是同一连次的啊。再加上实际上他来讲，他所有对于所有的条文的话，非常非常的熟悉，让他们实在是都非常的惊讶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管理啊。那所以可以看出来鸿儒啊，就是他有非常的一个敬业精神啊。那他旁边总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啊。那秀叔的话更是可以看到秀叔整个的 leadership 的，让我们去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 team 就是以秀叔为一个 core center， 所以说他对于所谓的 leadership 跟所谓伦理，他给他们很大的 impact 的啊。那建文的话我们去大概是那时候室外的温度大概是3度到5度左右，那所以说建文的话都是在外面跑，那非常的非常的辛劳啊，那给他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啊。那我才知道大陆的话，医院的话，这个结构的话要这是最后一章了啊，要重盖是很方便的啊。那时候才知道哦，那大陆的那个效率实在是非常高。中间是他们的院长，可以看出来啊，都是很年轻啊。比较资深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团队啊 ，OK， 好，那正是这个是很年轻的医院，所以他们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一些挑战啊。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欢迎大家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不只是我们自己学到我们如何增加我们单位的所谓的医疗品质，那实际上的话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分享到我们的大陆的一些友好的一些医院。那
在这个如同元宵节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流泪啊，或者是很辛劳，那最后都会像那个星星一样、啊、就很高兴啊。那实际上最后的话也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 APP 有个叫 U Bible 的 U Version 的 Bible 啊，那大家可以去用这个下载啊。那实际上也是林牧师今天分享的啊。彼得啊，要是那时候那天那个生意不好，他不会听去耶稣去听他讲道。如果彼得是哦，就无用啊呢哦，无用气场，啊呢无可能哦，告回来对听耶稣。所以说那时候，当有时候我们需要静下来，欢迎大家啊。那这个叫做 Kayla Muller 啊 ，Kayla Muller 他这个也是他是一个美国很传统一个教会的一个孩子，他因为人道主义到达伊拉克。那然后呢，在伊拉克的后被 IS 去抓住，那抓住的时候，他写信给他妈妈，跟他家人中间，在他被抓住，就会写到，就是常常用这个诗篇130篇5节分享，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如果说你的心像彼得一样的时候，他彼得在走在未来的时候，他都在等候，第一个就等候耶和华的话语。那这是欢迎大家，那时候我也想到说这个。这个 Muna 的话，他在让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他已经被那个过世了嘛，所以说，但是他好像没有得到一个很 positive， 但是他这个东西就是让上帝他的话在那时候成为他最重要的力量。有时候我就想到说，当英国因为19世纪把张基建立起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宣教，一些基督教的一个宣教，一个大爱的精神。那在21世纪的时候，是一个人道的精神。那当法国、英国或是德国把很多伊拉克或是叙利亚的难民带回自己国家的时候，那反而实际上有可能会认为说，他反而带来那国家的灾难。但是我觉得说，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也是如今张基一个很重要价值，帮助我们所需要的人。好，再次谢谢，也祝福大家，谢谢。新圣诗618首，咱就信靠上帝。我们唱全首，我们请会众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众大家三甲之地，
也甲长期伫海外各所在伫付出着活的同仁三甲之地，佮伫阮中间的病患家属，即个因的心的平安，因的烦恼忧闷，因的肉体勇敢甲医治三甲之地，对一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殿宴闭会莫打。